到六月底为止，我们收到中央的疫苗是AZ 是52,700剂哈、哦，那Moderna 的部分是2,800剂哈、哦，那累计到昨天为止哈、哦，那我们所有的 AZ 疫苗的施打哈、哦，施打的人次哈、哦、是51,618人次，莫德纳的部分是2,719人次哈、哦，都会哈、哦、会拨给各县市卫生局哈、哦，也就是7月1号，然后会配送到各地的卫生局哈、哦。那我们目前哈、哦、接获的讯息是我们云林县哈、哦，云林县会被哈、哦、被分配到第一阶段的话是16,800剂的这个Moderna的这个哈、哦。这个疫苗哈、哦，那目前7月1号开始，它是开放1到8类哈、哦，预计是7月2号哦，在各乡镇20个乡镇是哈、哦、同时哈、哦、开始哈、哦，那这个分哈、哦、3县哈、哦、跟海县哈、哦，我们有相关的时间哈、哦，那也在这里跟大家哈。哦宣布，然后请乡亲们哈，能够依照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哈，那当然我们也有哈，请乡镇公所还有村里长哈、村里领长哈，他们会动员这样子的一个人力去跟大家做一个通知，那也请大家哈，依照这个哈，乡镇公所的一个通知的一个时间哈，能够分批分流的哈，来这些地点来接受施打哈。这段时间一直到三级警戒哦，7月12号之前哦，那我在这里哦，特别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啊整个裁剪防疫当中有一个专案哦，那这个专案是针对外来的人口。那这些人口呢，不止哈 你是合法停留或是居留啊外来的人口，或是失联的移工哦，或是非法的移工，或是其他预期停留或是居留外来的人口哈、哦。我想这些呢哈我们都是希望，第一个呢，我们来裁剪不收费，那也不通报，也不查处哈、哦，所以完完全全我们在防疫上。只希望你能够尽速而且勇敢的出来做啊这个快筛筛检，然后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在明天7月1号的下午2点到4点，我们在二轮乡农会的果菜市场，我们设置快筛站，哈、哦，我特别希望哈、哦、啊现在听到我在这里做直播的。我们家里如果有外籍劳工，或是我们从事农业工作，我们请了很多的这些外籍移工，或是无论是合法非法我都希望就是说明天下午呢，你能够利用我们二轮乡农会果菜市场这个地方所设置的快筛站哈啊，能够尽速呢哈邀约他们来做检查。透过洛瑟医院及云林基督教医院来为我们所有的这些无论是在肉品市场、在屠宰场，或是在西螺果菜市场，或在鱼市场，还有在化市场，还有在情绪屠宰的哈、这些业者哈、那全部已经造册2,800多位哈、那希望你们尽速都能够到这两个医疗院所哈、进行预约，进行这个疫苗的施打。